今天呢要去一家四星级酒店吃自助餐。可能有人会说啊，四星级酒店吃自助餐有什么稀奇的？就很多人可能已经拍过那种什么特豪华酒店、五星级、六星级、七星级酒店的吃的了，但是这家呢就是价格很便宜，只要20块人民币的自助午餐，四星级酒店，我觉得还是值得拍一下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下，就在前面不远了，再走2分钟就到了，就是这家了啊。看外表好像不像四星级酒店啊，但是地图上明明白白确实写着啊是四星级。酒店入口在哪？好像是从侧面进啊，走错门了。这个是卖东西的，好像是直走吧。哇，人挺多的，可能都来吃自助。听说这边排队排的挺那什么的，还是河马，河马，河马。是这儿吗？12点开始，是11:40已经排满人了，好像是这儿吧。天哪，我以为来早了，其实来晚了。问一下前面排队的人吧。Hi, hello. $100 here. $99. Okay, thank you. 啊，就是这儿了。然后现在排队等着吧。现在是11:52，好像是可以进了啊。看着还是挺好的，就装修什么的，不愧是四星级酒店。在这里交钱，99泰铢，交完钱然后进去吃就行。现在进来可以吃了，找了1块钱钢镚，然后给张小票，然后工作人员带着，这是我的座位了。Thank you， 啊，看99泰铢啊，还有交税10%的税啊，这儿拿手机拍的啊。然后你们看身后那些黄衣服的，他们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，他们英语不太好，就是，他们就帮我弄排队，还有弄这个，就人挺好的，就是黄衣服的那群，可能就附近的上班的工作人员吧，人挺好的啊。然后现在准备开吃了。哎，终于可以狂炫了，跟泰国根本吃不饱，我跟你们说吧，根本吃不饱，每天都是饿肚子。拿个盘子，然后去最后边排队。人好多呀，这盘子好像不是很干净啊，就一擦可以弄掉的那种。这炸的什么洋葱圈吗还是什么，拿一个尝尝吧。这个是 red hot cheese 辣酱就是了。这边很多什么白菜啥的我是没兴趣拿啊，这是什么各种料啊，我不太想吃这个，我想吃点好吃的。好像都是这样啊，这些粉是配前面的这些酱吃的啊。这边本地的一个人告诉我的，他们都挺好的啊。你看他们就是蘸这个酱吃，对面也是啊。这是什么 curry chicken， 那个是鱼球啊啊。Thank you， 我拿点鸡肉吧，咖喱鸡肉。这个鱼丸料好足啊，我随便捞一勺全是鱼丸。然后这个是sweet sauce 什么 curry 就不知道是什么，尝尝啊，尝尝这个球。拿个鸡蛋，前面那个是我最喜欢的猪肉罗勒。哦，还有米饭啊，还可以啊，好像20块其实还可以了。这个肉也太足了，随便一捞全都是肉，太棒了。水果，西瓜，哈密瓜。我刚才看到有炸鸡了，我去找一下。我在这儿，哦，没了，被拿光了，在现炸呢。然后我看看这边有什么吃的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，哦，炸春卷。说实话，泰国春卷我不太喜欢吃，里边素馅，而且
塞各种各样的就是蔬菜啊，我跟国内没吃过那种，我感觉味道很怪，而且要付钱就算了，好像就这些了。那我去拿一下炸鸡吧。啊，这写了说一次不能拿超过5块，啊，限量的。等待炸鸡投喂。要饭模式已开启，啊，等了半天好像就拿到2块，因为人还是挺多的，是炸香蕉吧，可能一会儿尝尝就知道了。然后你们看得拿这些，然后菜品大概就这些了，我拿了可能有70-80%左右，看得到吧，现在可以开吃了，先尝这个炸的，刚炸出来的，我觉得像香蕉，就是香蕉哈，炸香蕉，还有菠萝、西瓜、哈密瓜，嗯，你们看这个肉真的很多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你们可以不拿米饭，全拿肉，拿肉吃饱也是可以的，说实话，真的。泰国稀奇古怪的蔬菜，哎，算了吧。猪肉罗勒饭，嗯，好吃。这个是咖喱鸡肉，应该是。味儿不错啊，味儿不错，嗯，咖喱味儿偏少，还是偏辣，主要是，还是偏辣的。哦，这还有个，我觉得像猪皮的咖喱猪皮，你们看，这个颜色，好像是猪皮啊，不过味道不差啊，不错的，嗯，我已经想天天来这边了，这是一开始那个。不知道炸什么，这是油渣吗？好像基本没什么味儿。我是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水果，真不是蔬菜，我真没有吃的欲望。他吃这个鱼丸米线吧，相当于。好吃，真的好啊！我鸡蛋都给拿了，应该多吃点菜什么的。就还是偏辣，我应该拿个饮料，有点渴，拿个饮料去吧。这边是饮料，有免费咖啡，咖啡就不喝了，喝果汁吧，还有冰。哎，OK，放这里吧，应该，我也不知道。这是草莓汁，白色呢？白色是水，白色柠檬水呢？还是拿草莓汁吧？白色好像什么水什么的，还是喝果汁吧。好喝，草莓茶似的，有草莓味，还有茶味儿。又回来了，这个超好喝呀，家人们，好喝！现在就赶紧把这两盘干完，再拿其他的啊，饿坏我了。
洗碗啊。就水煮鸡蛋味儿啊！现在吃肉啊，炫肉了啊，家人们，疯狂炫！你们看我身后基本已经坐满了，现在12:20啊，所以说大家来一定要早点来或者晚点来，这12点来的话就没有座位的。又去拿了吃的，这个是什么干的鸡蛋面条，这是猪脚，上面说是猪脚，然后猪血，我看着像鸡呢，他说是猪啊。然后这是那个春娇拿了个来尝一下，还有西瓜，然后还有饮料。封印再次解除，开吃。这面条干的，用叉子还不太好吃，先尝尝猪脚吧。没什么肉啊，基本。就表皮一层肉，这全是骨头，啃不动。还有这个面条吧，应该弄点汤的，跟零食似的。你们看，泰国春卷里边是粉丝，看到没有？没有肉的，你粉丝加一些，一些什么菜吧，稀奇古怪的，配辣酱是甜辣酱。哦，有蘑菇里边还有，比中国春卷差远了。Thousands of tears later， 吃完了，吃撑了啊！给你们看一下，这现在有多少人？看我身后，全都是，看得到吗？还是有人在排队的啊！啊，这顿吃爽了。地址，地址我给大家看一下酒店名字，我懒得打了，大家搜酒店名字在地图上就能找到了。然后好像是说午餐99泰铢，晚餐就199了，就是40块钱了。如果感觉40块钱吃这些东西的话，就没有那么划算了。还是推荐大家午餐来吧，就是吃这些，虽然可能和泰国就路边摊吃的一样，但是能吃饱很划算。泰国路边摊分量特小，50泰铢一份，我得吃3-4份才能饱，啊，就200泰铢了。我跟着是99泰铢吃饱了，还有水果，还有饮料，这真的就很合算啊。名字，酒店名字叫那个 Travel Lodge 啊，那单词我不会读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下雨了。现在准备回去了，回去想想这两天清迈有什么好玩的、好拍的，给大家拍拍看。其实就是在离这个附近可能2公里吧，还是也有一家
相同的啊，就是也是九十九泰铢的午餐自助，但是就是一个店面，不是像那种酒店的。我打算回头也去看看，然后合适的话给大家拍一下。然后我也不太知道拍什么，因为来泰国太多次了。就这样吧，拜拜，大家帮我点点赞什么的，拜拜。